在佛教里面，诵经当然是修持，习经也是一样啊，等于我们练字一样，等于我们在练书一样，读念一次就都会背诵了，都会记忆了。将朝廷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，让大家求证无上菩提，跟祈求佛陀你的大力庇佑，让我们的国家政统人和，国泰民安，让我们的社会风调雨顺，富庶安康，让我们的经济繁荣进步，稳定成长，让我们的民众安居乐业，吉祥如意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请求你接受我至诚的祈愿。佛光闪闪，烟雨辉煌，佛光闪闪，圣贤流芳。